啥？我说王伯伯刚给我的西瓜我放冰箱了。爸爸，王爷爷前天突发心脏病已经走了。不可能，我清清楚楚看到的是王伯伯。老公，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他？对啊，就在楼下。来吧。哎，王伯伯，这西瓜你带回去。不用不用，你家自己种的，那不美尝尝？那行，谢了啊。对，西瓜。不可能，他就在楼下。王伯伯，西瓜甜吗？啊，挺甜的，谢了啊。看来爸爸的确产生幻觉了。爸爸，你刚才都吃过什么东西？我从火车站直接就打车回来了，什么也没吃啊。爸爸，你刚才抽烟了。哦，哎呀，今天坐车太累了，我就。是别人给你的吗？是。刚刚下车有一哥们问我做打火机，也让我来一口。我这坐车坐头晕，就在小区门口抽了一口。谢了啊。我知道，妈妈，赶紧打120。打120干嘛？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零号，有人在路边散播毒品，赶紧报警。哎，我有点头晕啊，好像低血糖了。啊，要不要去医院啊？啊，没那么严重，我回屋躺会儿就好。这事儿弄，顾美，回头你把爸爸的活干了啊。看爹呀。不对，低血糖应该吃东西才对。爸爸有问题。爸爸，爸爸，装睡和熟睡的区别在演出会在眼皮下时常转动，并非纹身不动。哼，不给我看。爸爸，我们来测一下心率吧。人熟睡时心率会比平常低一些，通常在80以下。游戏结束，爸爸别装睡了，快起来干活。长按建设78到79页。客厅福字的背面还有舒服多了，今天活都我来啊，你赶紧歇着去。不美，妹妹来找你玩了。姐姐好。让着点妹妹啊。我客气，杨洋。你们有两个。我最爱吃巧克力了，谢谢妈妈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妈妈，姐姐把杯子打碎了。哎呦，不美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一味的忍让会让人得寸进尺，我得教训教训你了。你们先吃汉堡啊，等我打完这一局。我要吃姐姐的，这个不能吃。你就让妹妹吃点你的吧。啊，好辣好辣，好辣水！你也喜欢吃芥末汉堡啊？啊，辣王喝饮料，那个不能喝，那里面是。你快让他喝点，他都辣成这样了。呸呸呸呸！我们这么想，说了别喝，你不听。原来是做梦啊！妈妈，亏你想得出来，把不美锁在卧室，咱俩出来玩。谁让他暑假作业一笔没动呢？那把他关房间里，他就会写吗？他一定会的。密室已开启，密码提示完成作业，祝你好运。为什么不美就一定会写作业呢？门锁密码是用他作业中的英语单词设计的，所以他必须写完作业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。看来这两串英文和数字就是密码了。不美笔袋里的糖猫词典笔你拿出来了吗？没有拿呀。你的计划要泡汤了，这个词典笔查词又快又准，不美用它扫一下就知道英语单词的意思了。没事，房间里没网的。这个词典笔离线也能用。哼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世界大战书体56月24号。找到了，19148。密码中。什么？密码中还藏着密码？是啊，要我肯定就放弃了，然后安心写作业。可他是不美啊。密码到底是什么呀？原来如此，不美不见了，是不是他破解密码出去了？不会啊，他作业都没动过呢。我们快回去看。不美，不美，不美。请输入原始密码。原来如此，似乎会是量子和数位才是密码破解的事。八哥，密码正确，请设置新密码。新密码设置成功。这是什么？有录音？密室已开启，密码提示，批改我写完的暑假作业。
快说，你们俩谁干的？要不等妈妈回来，咱仨都没有好日子。我今天都没去过卧室，一定是姐姐。你怎么知道口红是在卧室短的？妈妈口红都放在卧室啊。不美，你今天去过卧室吗？去过，我拿毯子。那可能是姐姐拿毯子的时候不小心弄断的。爸爸，你不要责怪姐姐嘛。茶言茶语。不过毯子没在屋里，反而在客厅的妹妹身上盖。可明明妈妈早上出门时，毯子还在卧室。妹妹，你学会隔空取物了。还有梳妆台上的这根头发，有种淡淡的植物香气。这个味道，这是什么味道呀？这是爸爸新买的洗发水，叫起初魔法瓶，它可以让你的头发更柔顺。那不许给姐姐用。确实是妹妹的。所以你今天不仅去过卧室，还去过妈妈的梳妆台。妹妹，怎么能撒谎呢？爸爸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去卧室想偷偷用妈妈的指甲油，口红真不是我能断的。狼来了的故事听过吗？我去的时候口红已经断了。有证据吗？我当时拍了照片，你们看。这不更能说明是你干的吗？真不是我，确实不是妹妹。断掉的口红侧面有手指印，而从照片中两节口红的朝向以及断痕数可以判断，的来源是从右向左，也就是说，口红是被人用右手拇指掰断，而照片中妹妹的右手很干净，所以不是妹妹。那会是谁呢？只剩下一种可能了。什么？口红是你自己弄断的？对呀、啊，那你以为呢？因为什么呀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女人啊，只有一支口红是真的用完的。今天开学收了好多寒假作业，晚上得熬夜批改了。既然妈妈这么辛苦，那我来帮你筛查一遍吧。题干没有任何标记，就直接写出了结果。这种操作不是有洁癖，就是直接抄的答案。但看这作业的保护程度，抄的这本中央轻一些，薄厚也不一样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在中间次要的几页。哼哼，真有趣。这本有点意思，重点信息都有标记，答案也没有问题。但如果反光来看背面，果然背书写的纸张背面会留有写字痕迹，而这本背面这么干净，肯定是书印的。抄的自己写的，抄的自己写，自己写的，自己写的，抄的抄的，这是我带过最差的一集。妈妈，我已经帮你分界好了，这些都是自己做的，这些都是弄虚作假的。哇，我们家不美真厉害。不过你们班是36个人，这就少了3本。哦，有3个同学收忘记带了。没带，如果之前有通知，没带的可能性是没写。怎么看出来的？没带就是没写。一笔在黄金油。哎，你们先上去啊，我去买点水。8323，哎，没事。啊，我8423的坐错房间了。刚刚这个人看起来好奇怪呀、啊！手指和镜中手指间没有距离，这镜子可能是双面镜。啊？这里边有摄像头。天哪，这个酒店怎么这么可怕、啊？房间里有刚才那个人的味道，并且这个酒店一共只有3，不可能有8423号房间。说那个人不是有错，而是刚从我们房间出去。我得赶紧给前台打电话。既然他们进了，说明酒店里可能还有他们，直接报警。他又来了，这戒指是爸爸。你上家酒店吧。爸爸，我作业做完了，我去看会动画片。怎么有密码了？啊，小孩子不能总是看动画片。哼，一个密码还能难倒我？快去画画吧，玩会游戏。爸爸，你看我画的画。啊，画的真好啊，再多画点去。画的背面沾了油，通过手指再沾到键盘上，又想用这招来偷密码，幼稚。应该不会用藏了摄像头吧？还是小心点。啊，好的，妈妈让你下楼去取花季。哎，每天买多少东西啊？哟，爸爸学聪明了。不过我还有一招，我事先已经将键盘擦拭干净。爸爸帮着指点击的密码按键，透明胶粘贴键盘，会更清晰的看到爸爸指纹对应键盘的字母 A W S I。而除开最后的回车键，爸爸一共敲击了50按键，说明有一个字母敲了2次，而他们的组合，哇塞，哼，果然
哪有快递啊？妈妈说她搞错了。哎呀，这一天天的，不是累傻小子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密码就这个，怎么一错、啊？步美，你是不是改我密码了？大人不能总是玩游戏。